没有，没有未来，我根本没有未来，你平行没有未来，真的，我现在断你，我根本没有未来了，真的不可能。这是劫数啦，一劫过了一劫，当然咯、经过数劫了后，将来一定会顺利往到西方了。南部伊来特问的，莫讲我目前在讲，你就说，少年唔知啊，老一辈七八十岁上去问者，皮诶，你听啥问我个？捌看到慢慢伊第一点动画，可能山皮搞伊一点，我当时安怎？伊名声，未杀死他。啊，迄当阵恁细汉差不多几岁时阵开始看皮戏？差不多几岁时阵出来？较有时间看皮戏。无啦，看皮戏啦。可以哦，可以做囡仔时代就有啊啦，做囡仔就有。因迄个即时间，我咧做，你说啦，十八岁、百岁，以上的人啊，后来你听一听，做个即时间，即时间过啱几九十啊。伊迄个，伊迄个皮咧做吼，迄是用手捏，还是迄皮在扒咧在做咧？看你扒吼，短得就对啊，迄手会准啊。啊，出足力力啦！啊，人个如果吼，啊，口碑吼，讲下的，哦，都有人看。好，迄几个盐料高古天王的，盐，迄个高雄市盐料部，盐料部七月半铺路，上济人个。因是团个专业家的做皮艺，啊，就哪做哪哪好做哪哪，恁。恁这代较无看人皮鱼啦，迄看人伊皮鱼哦，足好看着个。叫一间个大爷厝个别种，啊，我吼甲这主人吼也加招呼过啊。这主人这电动门自动拍开，叫喺后壁等遐，遐大厅遐只食糖啊、切草个，然后吼唔免化解啦。啊，到尾一拖啊区个食物反带去西方啦。哦，多谢，你入去。唔通乱动别人的物件，我知啦，我知，我上好规矩的，我入来。外店上面三个无龙的卡销抓到了，搁再当一个破狗高级天鱼，等后抓到破狗了后，再将伊碎啊碎，抓跳脚落腹了。啊！你叫迄个文素工两姐，迄人准备来啊！啊好。啊，老大，不送你，老大嘛，你来就。哎，无，还有两支红的，等下就叫。两支红的，等下就叫。啊，搁这个，啊搁电的电话哥啊。
你这个电影电阮的祖先吼，是大陆来的，定着咱祖先伫大陆来是来台湾吼，因为大陆遐歹趁食，啊来台湾食算讲，来遮工作啦吼，较好趁食安尼啊。啊，我食我咧想吼，是当时较早一两三百年前来台湾的时，迄阵是拢，大概是拢因为开垦嘛吼，啊，荒郊野外开垦，迄阵大概拢较艰苦。啊，然后到一段时间诶，是因为算讲生活较富裕啊，咱台湾遮已经有迄城市啊吼，啊，所摆各种诶娱乐诶事业开始发展。有一日拄啊看到，即、這个皮影是袂歹，所以当即、這个经济长线诶祖先学即个皮影戏，请因来教。所摆教我诶手吼，只有是第六代尔。吼、哦，若无，阮的祖先，你也看，伫即个，差不多伫即个1660年代时移民过台湾哦，来到遮已经是三百几冬嘛，对无吼、哦？啊，所以吼、哦，教我手诶第六代，啊，阮爸爸张德成伊是第五代，吼、哦，我尤其我教阮爸爸手诶时吼，即个因为即个政府开始重视即个皮艺。哦，啊，所以我老爸手的时候，吼，伊上悬，伊就得到咱这个教育部，哦，这个会选出来的国家民族艺术艺师，哦，这个做皮的，都我老爸安尼尔，啊，其他呢，像做布袋，这个第一届，吼、哦，是这个台北小生李天禄，啊，第二届是较这个，黄海岱老先生，哦，因做布袋的。算讲阿爷，都因三个安尼尔，剩咧到这时吼，教育部无搁再继续吼来选这个老艺术，因为老艺术已经老啊无啊嘛。一般你会像阮这样下台式的病是，搁阮标准的病是，拢差不多十二条四方啊。阮迄、那个，阮着设计迄个舞台吼，活动式的，是譬如讲伊的宽，啊是伊的宽度吼，啊伊的长度吼，拢活动的，会当除了这个音乐会当改变以外，剩的拢会当改变。在座各位来宾，大家晚安，大家好。本团就是咱大社吼，咱大社东华皮影戏团，今仔日真感谢咱这个福德老爷的信徒张玉成这地主诚心诚意要来感谢咱福德老爷往到屏东车城进游大家。而且感谢咱福德精神神通广大发的无边
吼、哦，也沿岸本团这边演出的戏文，就是《西游记》其中的一段。孙悟空大战独角仙牛，人个牛两只角，吼、哦，还有三只角的。这只牛呢，一只角当然是妖怪变的。到底孙悟空有办法啊制服这独角仙牛无？就即摆开始上演，真多谢，谢谢。哦，面头前这个妖怪，头壳顶果然一个角，那安尼福德老爷讲得无唔对，莫非独角风大王啊？你也知我的名哩，啊？果然你电视报纸拢有在看，啊？今仔日全世界大家拢知影这林书豪。啊！全世界的人，大家嘛知影我独角风大王啊，敢会啊？啊！你免担，我抓你妖怪抓，碎尸万段，敢会啊？来啦，安尼好你抓啦，来啦！啊，看个一只山猪呢，我想到啊，哈，这个后壁面戏面后壁面遐，较早有人个饲山猪，啊，唔知是迄山猪要打出去，要走出去哦，啊，无到只山猪好，山猪抓，这山猪肉真好食嘞，抓这山猪肉抓。到这个就到了啊！感谢沿岸啊，大家捧场啊，天气呱呱啊！假使咱这来宾啊，对这个片啊有兴趣的，咱来头前者，阮有一挂红啊吼，啊你若捌拿过，人会使来这、这大家 DIY 吼，这体验体会一下。来，红啊，也就是。这段，对啊，你要看我穿个袂寒。这是寒人啊！这啊，夏天的时阵哦，啊，阮这搁无蜜蜂袂使，因为有阵时啊，你像安怎，你像沿岸这场所有火啊，这其实就是火拢来关开，啊，但是火关开，伊这总开关关开，大概晚天的无方便啦，所以我都较只有倒啊，火倒是，阮这等于做出来的红啊，就较袂变，伊啊全部拢火的红啊做出来就较。因为光线的光，啊，这无多啊，光，哎，这有光害对吗？不要给他遮遮，不要紧，遮遮，不要紧。这团，我拄只有讲过，这。
传统的片是红啊色个鲜啊，传统是安尼啊，较新鲜啊。啊，然后差不多在日本时代阁安尼，国货怪吼，因为迄阵咱台湾就足地兴啊。啊，阮这团哦，咱只有咱高雄县的，伊才是高雄县啊。高雄县的皮啊，伊大大，阮这团有在走这个巡回专线的戏行尔。啊，因为戏行观众愈来愈多，啊，迄阵阮爸爸吼，啊，甲阮阿公感觉讲观众这红啊色鲜看无。所以伊较改拄只做迄大仙的，就是安尼啦。但是改后伊头也是有改较大仙，啊尾啊，即算讲改第二次的啊，改较大仙。啊，会当佫改较大仙会，但是哦，阮的操作就较不方便啊。即算讲较大，较无灵活。嘿，较无拿手。啊，阮有做几只大仙的，着看安尼。哦。即基本上吼，啊，咱台湾的皮仔羊啊吼。伊个操作，伊红仔猪吼是两只红仔猪啦，吼、哦。譬如讲，即个是人讲猪村呢，吼、哦，就是猪村，伊即群红仔，猪村即群红仔，啊，然后即只红仔猪吼是咧操作个，吼、哦，操作个。啊，伊咧猪村的以外吼，佫会当控制另外一只手，吼、哦，啊，即两只手，两只手活动。来，咱、啊、来看遮，吼、哦。来看遮，即摆伫咧银幕上伫演出，吼、哦，啊血照出去，血遮照出去，来，啊你来看咧行路，哦咧行路，行路是安尼行，来接落，接落就接落，爬开就爬开，拍过就拍过，哦来，啊佫徛起来就是徛起，好啦，啊拍拳头，哦拍拳头，呀、yeah! ，起啊啊，起。吼、哦，这也拍较大个，拍到第六七百斤啦。这也劈龙死个人，伊要拍到到第吼，无死也断半条命啦。来，你来看这脚步，你个脚步站要到第，呀，站要到第。迄豆腐掺杂鹅油，站要到第拢穿油，迄毋是讲我咧分家规个啦。较早台湾省、全省无人比咱比阮较久个，比毋是啦。即几代啊，本来代阿祖个时代啊，阮祖啊，培村啊。培村啊，就阮个阿祖啊，恁个祖祖啊，敢是安尼？还伫个做呢？对啊，做呢。做呢吼。培村啊，是阮个公吼。我十四岁出去做个，阮公我长老金，阮阿公，迄阵长老金。哦啊！我无读册，本来我读初中，啊，我无读，我带伊出去做鱼，含阮老爸出去做鱼。迄阵是济人个，迄阵哦，你看，譬如讲，莫讲去用啦，伫外口面拢足济人。暗时大家无聊啊，啊人济啊，啊你即摆讲啊，在咧做皮鱼哦，来，来看，啊，阮就他们讲，阮足清个。我遐应该要做皮，哦，透早暗头啊，人六七点到个哩，加鱼啊。就是啊，较早拢医疗啊，伊啊就他妈来占位啊。啊，迄阵都无啥个，你讲我无电视啊，无啥个，啊，就敢若即个被安尼尔。吼，咱就讲啊，暗达，迄阵人个在困比在困较早来讲，啊，迄阵拢早起来啊，早暗嘛。毋是讲平时嘛，吼，讲安尼讲更有即个更寒，啊，无聊，大家伊啊就讲来啊来看被，人个特别嘛拢足济人个。迄阵你啊，从阮恁爸迄阵。伫迄个海边方面啊，林门啊，哦，山尾林门迄撮，暗时做山做到十一点半山呢，做山着爱去做一个暝尾戏啊，暝尾你可能听无，爱去做一食点心食食哦，暗时做山，着去做到两三点呢，透早啊海边啊吼，迄种倒伫山下吼，他妈倒伫迄山下，倒下他妈咧看伊嘛，安尼嘛欢喜，迄海边人，迄山尾迄路面啊。林门一个山尾啊，阮来跟伫遐做啊，啊跟迄个做拢做四五工啊，啊拢爱去做迄暝尾就是讲，已经即暗头啊，即个鱼做煞，再去做一个秋花，哦秋花诶吼，啊也是哦红看咧，有时啊做到三四点咧，常常诶代志啊。平远溪较早全盛时期一年，我听公公婆婆说的一年只有七月份吼。回来家乡做，不然哈、啊，全年都是在外地的戏院表演。
我这个百货的命名也是公公留的。我那时候要开店的时候，公公就说不用想什么名字，你就用我东华的名字就好，大家都知道。公公很我 他自己就说我这个东华是响叮当的名的那个名号嘞，你用东华就好，所以我们还是用东华。啊，小朋友演的更可爱，他们会把一些那个口白穿插一些比较搞笑的啦，这样说演起来我看过小朋友那个英明国中和龙华国中，我们老是去教学那两个学校小朋友，他们每一年有在比赛，全国的比赛都有在比赛，有在竞争啊，小朋友演的时候更可爱，他们的口白对话很好，很搞笑。所以我希望也是慢慢能够走向这样子的，把那个皮影戏流传下来，那小孩子也会刻皮影戏，他也会彩色，也会这样自己来装组装起来，这样子不能失传啊。间隔大小，一屋上和下，所以可以控制间隔。好，知道吗？就是把这个旁边再多一点。一屋上楼下，你去上海去。一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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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海去，知道吗？有莲花。一屋啊。啊，这个叫莲花，知道吗？你说往正，要往这边磕一二三就好了。来，我来喝。这是这样子吗？一天，人家一天要189大家准备好哦，不要讲话。来，一、二，开始。厝来讲，菜粿开开花满山红，菜粿开这条，菜粿那是开啊花满山红咯。干那那是平路满面的春雾，小妹那生水啊，拢有一波。看到乌蛋仔起是红的船，我买蛋起那是是的红的船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呦啊！这个大做故事人做够久哦，这是散花
菜粿开，菜粿开花满山吼，单枝白落满面墙的，一个小姐咧看病，面墙咧惊吼，我咧心肝做一时怎看吼，吼，啊要来开门要来看卖咧，啊看单枝是安怎，好这人这人这因这因这，你做做起来较早人，你看咧。这个是阿公的书房，阿公的书房，只要你一进来之后，你踏到这个阿公的书房里面，其实他的每一个奖状、每一个奖杯或是每一个奖牌，都在叙述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奖杯或奖状呢，都是不论是政府机关或者是民间团体对于东华或者是对于彰城的记忆上的一种肯定，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民国56年，当时候任救国团的那个主任的那个蒋经国总统，他颁布一个鼓舞中心的奖杯，这是怎么讲？就是一个鼓舞中心的奖牌给彰城，就是阿公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是民国56年在文化大成团演出完之后，文化大学所颁发给阿公的一种记忆辉光的一种鼓励的，奖布这样子。然后可以看到，上面琳琅满目的这一些书法比赛作品呢，可以证明说阿公他的那个书法技巧以及他的技艺是非常的好这样子。东华的本呢，经过阿公一本一本把它弄成厚纸版的封面的，大概有130多本。然后每一本的剧本里面大概有单一的折子戏或者是连本台戏。然后我们以130多本去乘以里面的剧本的数量的话，东华剧本大概有600多本。那600多本的数目其实是个非常庞大的剧本的数量这样子。然后一顾东华的剧本，我们先不去探讨说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去看封面打开，其实东华的剧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是它用牛皮作为一种剧本封面的制作。各位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会用牛皮作为一种封面的制作呢？第一个，不用其他的东西呢，因为东华第一个牛皮取材方便。为什么牛皮取材方便？第二个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剧本的保存东西。为什么会用牛皮？因为牛皮在经过人工加工以后呢，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防腐材料。那用牛皮来制作封面的时候呢，可以保存剧本里面被重铸的比例降低。我个人认为是在彰教的时候，就是第四代演师彰教的时候，他的剧本是真的非常特殊。首先呢，他会是在他的剧本里面，绘画上非常多的类似卡通的东西，就是漫画性的东西。为什么会上绘画这种漫画性的东西？其实就是要让左右身旁的助手呢，看到这个绘画的东西之后，他就可以知道说下一个情节的演出是什么。像英雄，比方说像剧本里面，他走到一个大观里面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剧本里面的东西画一个大佛之类的东西，然后吐火，就是说代表说他这个情节已经发展到这个大佛要吐一个大火去攻击对方，他就会把它画这个东西，这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全台湾所有演示剧本里面所没有的，就是非常特殊，就是他画漫画的一个样式，让左右的左右的意思呢可以看到剧本的一个内容的特殊性。基本是迄个阿祖他60几年前他所记录的一些手稿啦，就是等于说他的每天的那个摘要跟日记本。他每天都会就是画一些东西，或者是写一些东西记录。比方说，他就是会画一些庙宇画像，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在对庙宇或者是民居上做一些彩绘的工作，所以他会画一些草稿。然后等到说他要去绘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草稿运用在里面。这个是他平常的一些东西啊，这是他写的那个诗句跟那个东西，他会把它画在里面这样。1966年，他参与所谓当时候的那个有一个叫天之娇女的电影演出，黄梅戏天之娇女的演出，然后皮影戏当时候所采行的就是一种片段式的演出，也就是这一段讲到什么时候的情节，然后他
这个导演把它带入拼戏，然后讲到什么样式的情况，把它带入拼戏，然后片头完全都是引用拼戏的表演演出。其实我们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不就是所谓的结合跟创新了吗？一个电影里面，黄梅戏里面，它可以运用皮影戏的片段、皮影戏的演出，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先进或者是一种非常创意的手法，就是在40多年前。因为你知，因为这阮做这皮影戏吼，这戏路吼，也无讲逐日有啦。啊，无讲逐日有吼，阮只有闲的时阵吼，就来做一寡其他的生意啊吼。啊，我的生意就是采收这方面啊吼，算批发商的对啦吼。啊，我这是跟农民吼合约的，吼啊请农民栽。赚这种钱不好赚，他以前就是上三更班的采收啊，上三更班的采收很累啊，而且要两三点钟就要赶回来啊。像以前民国93年，我就是在那采收啊，要赶回来，结果在新市火车站前面就发生车祸，太累了，发生严重的车祸，那一次差一点命休，所以我现在。少赚一点钱，不要那么累。南部人吼，拢爱食泡菜方面，就讲较甜啊。唔像钱吼，半夜2点外开始吼，啊泡菜吼，差不多5点外的钱吼，诶，生意人就来甲买啊，吼，来甲买这方面长的菜市啊啦。也是准备吼，晚暗时也是要通去买。要上来啊！啊，那讲我讲正地方出来的，正地方出来的，哎，安那的。啊，那要怎样？对啊，正下先，正下再坐来一下。来吧。因为我这什么样，什么拢有做起咯。啊，什么样人做都同款。偏讲这较中班的、中层的、矮较细的，拢有分好。有啊，我排好了。啊，因为这，你是讲做营业，为了方便啊。啊，按照这工作这种的是因为，或者是要符合这。人买的人的要求，爱新鲜啊，对啊。啊，我可能我也做伊是惯势啊吼，这个是做这個较袂熟较，啊，有时做较拄啊较袂热。啊，这里无中秋啊。我来讲过啊，你台湾看多一团戏团啊，我咪大多伊无可能逐个拢做戏多。伊无可能，大家拢有去哦。啊，做这天主教用。啊，这大家拢都有，都有人会来买啊。啊，问题就是较老的啊，较辛苦的。因为三更班的，啊，又不能，三更班又不能不出去做啊。因为，这是劳力钱的。迄个做业要抓看业都唔抓，因为一挂人袂敢买惯势啊，咱也无伊。不知道要创啥货啊？像咱这纯正货，就困难十个人客在讲话啊。啊，我若无要做事，阮一户尔咧。啊，但是只会当伊只足一户食饭啊。
这个独角妖魔借出伊的宝贝，在半空中金光闪闪。好，那我赶紧来抓狗魔。一只狗魔变作一只小狗，十只变十只，一百只变一百只，一千只变一千只，一万只变一万只了。抓狗魔，小狗起来呀！无加无减，总共带一万只的狗毛，一万只小狗去了，来啊！最后当一支去，一支有路用的啦，来，阿来，行来去。要叫恁去抓妖怪，啊！恁一只创啥？一只搬狗疑心，起啦起啦！啊！很多团就是会越来越失传，就是他们的后人都没有继续再发扬下去。可是我们团我们会，因为我们是家族的，而且我们每个不是说兴趣，那就像好像是给自己一个，就是我们家里的东西，我们比别人就是多一样才艺，我们不会让它消失，可能会一直要下去。你真的觉得皮影戏不会没落吗？会，可是。我们要也是要尽量让大家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啊，因为它怎么没落，它还是国家的财产啊，不可能不见了。